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哈，昨天的一个视频啊，一个黄白色的巨贵哈，1500，咱今天再去把它给拿下哈，来看还有没有其他的，咱对比一下，走，来看一下啊，这边有一个比格，这边有一个巨贵哈，咱看看这也是黄白花的，看看啊，昨天1500拿下了一只啊，这是公的母的啊，多少钱啊？2600，你知道昨天人家那个人卖我多少钱吗？1200啊！你还2600嘞？你的工拿上比人家好。哎呀！你报一下看看行吗？不可以报吧？你报一下咋了？又不是不卖。哎呀，你1200，你卖这真东西，我这都给你拿来，你看看。你报一下来，来报一下来看看。我帮你卖了他，2600，给你2600是不？嘿嘿，他不相信了。这个是断尾了，这个几个月了？这个？这个？啊？这个三个月了。疫苗打几针啊？疫苗七天了。你看，我看他正脸行吗，哥俩？你报一下是吧？你都说个卖价是吧？别2600了。啊？你说多少钱？看不见脸，嘴还那么长。你嘴那么长，嘴。就短了成泰迪这个样了，你还？你说最少多少钱？啊？最少多少钱？2000。你再说一口行吗？合适我都给你拿下。说一口你。真的？啊？我回来帮你卖了他，你说个卖价多少？你给价忒低了，我再给你涨点也行。三了，给人卖。啊！我就当我开玩笑，我再给你加的。1500能拿不？你不能拿，我现在啊。那我有一个，再给你1500行吗？我有一个卖给你1000，我行吗？不要不要，你还不要了？所以说，哎呦，这狗弄得凶啊！这狗卖狗了，不能再买狗，你看。也便宜的，你说多少钱能拿这一条？啊哥，这个最少多少钱能拿？这个啊，那小了给你1800还能再少不？不能再少了。公的是吧？上去。公的呗。哎呦，人家这啥狗，这个弄大家伙，还杜宾呢，长毛杜宾。看看这边，这是卡斯罗啊，这卡斯罗有点串。好了，这卡斯罗有点串，这是。我不认识。这个还有点像，你看这个嘴子，哦，可以，very good。老板生我气了，我走哥，不耽误你了。那个具体都1800是吧？啊啊！最低先把公了，一面做气。那个逼哥不闹了，那个逼哥是公的没了。逼哥没了。多少钱？逼哥。逼哥。啊。逼哥1200。逼哥1200。走，这个小灯笼太小了哈。来看我昨天定下来了一条哈。昨天一个女粉丝看到我那个就他家这个巨贵，这个巨贵不比那个好看。这个是咱1500拿下来的，那个最低1800。哎，老板，帮我把这个抱走吧，放在地上跑一跑，跑跑，我都给我放到托运部去。你抱呀，这个是咱1500拿下的哈，这个也是疫苗坐骑的，还是买你的狗比较实在。对。那个人我要最低1800。我不给你。在地上跑跑。天天拿我的狗还能没多少。来看看，看这个。咱是1500拿下的哈，疫苗确定做齐了是吧？好嘞，过来。行，你给我放到那个托运部。啊。我好放在那托运部。行。你看。知道你在哪发货。不量怪大哈，走进去吧。咱今天就简单到这里啊，这个有边牧啊，来看看。我想你。我卖你个狗，你给我买的橘子吃都是了。买的了，我叫你生活的，叫你老铁生活，你没叫老铁光买的。行。啊？拿个笼子来。六轮的吧？啊。行，装个6轮的吧，利用大户的。今天又拿了一个比格哈，这个小比格看见了吧？是8米拿的哈，还有那个边牧，这个边牧看到了吧？这是1200拿的哈，这一个，这1200拿的哈。来，这个巨贵拿来了吗？来，装里边吧，这个大，这个疫苗做齐了，这个好。
金用大笼子，不用大笼子装不下，三个多月了是吧？对。行，你也放这吧，放里边吧。我那啥，我给你包点草。啊，对，放点草。他深圳那边应该没事，他那边热。那边可都穿短袖了。那边都穿短袖了，不用长草了也没事。不要长草了，他那边热，那是南方。放里边吧。小公公啊，小公公。漂亮，这个骨架大。哎呦，这六丁笼子放里边还有点那啥嘞。你跟我讲吧。那肯定了，人家去深圳。深圳是个好地方啊。跟我家老铁买橘子。行行，他那边没有橘子，他那边有椰子。来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。1500绝对值，其他家根本都买不到，像1500的巨贵哈，黄白花的巨贵哈。来关注一下吧。